你不觉得 boss 今天好像有点不太对劲？如果他真的是1235，我们是不是要马上把他抓回去？你看起来很年轻，但我听别人说你已经快40岁了，一点都不像。难道你是外星人？如果一天抛开现实的局限，跨越未知的世界。弟弟，你会觉得见老奶奶好像怪怪的、啊？当然怪啦，哪里有人天气那么热在外面做瑜伽的？不是讲那个啦，你不会觉得他今天没有很 focus， 很像很 distracted 吗？是、欸。他今天看起来好像心事重重的。从我在咖啡厅打工开始 ，boss 都是冷冷的，从来都没看过他有任何的情绪。她是那么的优雅，那么的迷人，简直就是女神。看着她迷人的双眼，我好想轻抚她的脸，拨弄她的头发，闻着她散发出来的淡淡花香味。我好想用唇语对她说 ：“I love you。”哎呦，你在练习接吻呐、啊？哎，吓死人了、啊！这么你不用做工咩？快点啦，咖啡都还没有了，快去拿。最遥远的距离，就是我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喜欢你。这是你的咖啡，请慢用。Thank you。听 Candy 说你常常来这里光顾，你很喜欢喝咖啡吗？小时候家里是开咖啡店的。在哪儿？喂，喂，你看，包嫂跟那男生好像聊得很开心耶，他平时都没有这样的。过去看看，我们改天再聊吧。Emily， 那你这个星期六有没有空吃饭？再看吧。你忘了现在有人在调查你吗？他们会不会把我抓回去？该不会是女王派他们来杀我们吧？不会吧！你看他根本没有危机意识。如果他们真的是想把我抓回去，那我不是应该把握在地球剩下的时间？你现在想学人谈恋爱？你果然越来越像人类了。我还在那一刻，一直在那一刻，全心诚恳祈求命运成全我们的缘分。